以修行，如果继续让宝贵人生造恶，简直是浪费生命，必须以正法度日才是正道。具足四法修行，如果还没升起想要修法的心，就应该思维人生难得的道理。为了真正引发修习意乐，应该升起四种思维。一，必须要修行，有情都想快乐，不想受苦，快乐的唯一要道就是正法。修行，修行要具备外缘和内缘，外缘是善知识引导，内缘是暇满人生。三，必须今生修，既然已经得到宝贵人生，今生不修，来世不知何时再有机会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，现在就要修，以此对治今生不修的懈怠心。四，必须现在修，虽然知道今生要修，但常常推脱等有空再修，例如明天再修，下个月再修等等。第三及第四项都强调当下，可以并为一项，改为具足三法，也可以把死亡、无常拿来一起修。要努力修暇满道理，所有的善法都源自于此。如果还不能调整行者心性，可以简化成三点：一，思维暇满的体性。
思维狭满的利益，指思维现前和就近利益。三，思维难得的道理，因果门，从这三点挑选适合自己的方法。在因门方面，观察投身善趣的可能性，至少要修集一项善因，如戒律、清净等。想要狭满俱全，必须结合众多善因。例如以境界为根本，其余五度为主伴，再加上无垢清净正愿等。在果门方面，观察恶趣众生能投身到善趣的数量，几乎等于零。再观察同样身处善趣，狭满和不狭满的数目也是天差地别。由此确立极为难得的道。菩萨，生命电视台也成立了一个台湾救狗协会，目的是要救那些即将被杀、被遗弃的、即将被安乐死的这些可怜的乃至生病的流浪狗。目前在北中南几个护生园区里面，总共已经超过3000多条，每一个月的开销超过130万台币。要非常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关心，但是各位，这是永恒无尽的慈悲的工作，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护持，不断的关心，让这些狗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家，幸福的生活，将来安享天年，得胜净土。感恩各位，一定要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救这些流浪狗。阿弥陀佛。让不舍悲怜化为积极救护，邀请您加入台湾救狗协会，给流浪狗一个安心的家园，护持流浪狗饮食医疗。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Thank you.
除了乞丐，要得到现世的快乐，咱来布施啊。布施有种种的布施，今日办法会真济菩萨来做义工，还是布施。如果咱路边大家车来看到真济经幡，顶头好好救济佛像，哇，大布施啊！甚至如果各位布施甘露，好期待众生。包括这个求神、土地神，乃至鬼神，拢得到甘露，就叫做布施。乃至咱今日布施钱、奉献、点灯啊，做烟供，要来做种种的功德，这拢用钱去买，这拢叫做布施。所以来，念者来，布施得大富，布施结善缘。所以呢，咱修行要有福报做基础，进一步追求智慧。那么福慧呢圆满，咱就发到幸福度众生。所以乞丐布施，那么这是修行的根本。也希望各位呢，过年到啊，那么影响别人。尽量影响别人，影响亲戚朋友，了解这个道理。当然，了解道理，用这种方式讲故事给因听。乃至最近那个做一个片啊，爱护生命的故事，弄作四支动画啊，四个片，然后一个片子有十个故事。哦，小孩子很喜欢。各位做阿嬷啊，送给恁孙看，乃至少年人也爱看啊。所以，免了让因了解爱护生命、戒杀、奉献，所以这拢是布施。所以金钱布施真要紧，但是佛法的布施和了解道理更加要紧。进一步帮助众生无痛苦，叫做无畏布施。所以这是同好。那个进一步要追求解脱的人，布施扣无执着，叫做三轮体空。乃至行菩萨道，各种布施的功德，拢回向众生，离苦得乐，共行佛道。所以，咱要得到快乐，多讲诶，第一，暂时的快乐，就叫做人天福报，即世人快乐，后世人嘛快乐。咱就爱念这边来，皈依三宝，亲信因果，乞丐布施啊，乞丐包括伫厝诶友好父母，一个人也无友好父母，啊无顾家庭，无尊重师长老人，即嘛毋是乞丐，所以乞丐都世间话叫做道德，至少要守道德。啊，进一步过年到啊，咱大家拢要快乐。但是各位呢，都帮助老人院啊、孤儿院啊、较善巧的人啊，这叫做布施。慈悲爱相连，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。